让大家等了一个星期，身体告诉我，这是我们相遇最好的时辰。在这边真的要一一的跟大家致歉。田馥甄回来了，师生后手开唱，向歌迷致歉，谢谢大家都还在。醒着、睡着、抱着、躺着，排列我的世界，你控制一切，包括我的爱了。我忽然哭了、忘了、怕了、疯了，变形于你的世界，我清楚一切，除了你的爱了。先善待这身体。灵魂才相遇。你们还好吗？好吗？这边的朋友好吗？我也很好。不过之前为了要先善待这身体，所以独善其身了，让大家又多等了一个星期。在这边真的要一一的跟大家致歉，因为多等了这一周，我知道造成了大家非常非常多的困扰麻烦，不管是精神上或者是金钱上时间上都有非常多的损失，然后让大家有一些情绪的波动，但是还是真的非常谢谢大家，今天晚上还是在这里看到大家了，谢谢。让大家等了一个星期，身体告诉我，这是我们相遇最好的时辰。那么你就去问吧，问风、问浪、问心、问鸟、问钟、问所有逃逸的事物、问所有声音的生理、问所有滚动的石头啊。